第二届上海进博会遇见暖男施耐德电器，在能源领域就有这样的一个暖男品牌。这不，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能源界又见到了携带众多黑科技的大师惊艳亮相，快来和我们一探究竟吧。在参观过程中，能源界首先注意到的是施耐德电器为建筑领域带来的强大解决方案。那就再通俗点儿，施耐德电器这项黑科技能够按着您的使用者及运营者的偏好和需求去定制运营方式，定制环境体验，同时通过对数据的比对分析，管理者可以进一步优化运营，提高能效，节约运营成本。近年来，施耐德电器先后与侨星国际金融中心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就基于 EcoStruxUR 架构与平台的智能楼宇解决方案达成了合作，以强弱电一体化为核心，助力他们分别打造了绿色城中之城和明日智慧医院典范。